你看你看，连我就给打倒了，看见没有？这野生的就是不一样，太厉害。你说这家养的怎么就没这两下？拿捏，跳挂了，废毛意思。你干啥呀？你没人救救你，跟人说呀？哎，行了，别动手了，你别动手，你车门不能踩，你回家，别碰我电视。这我跟你说啊，其实你，其实你比他强。嗯，你看你这手，短小有力，这脖子粗壮无比。再看你这腿，连肥带瘦。你这先天条件这么好，你自己看不见吗？啊？那我们就要有自信。哎，离电视远点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你才是最棒的，最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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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回高兴了哈，这回思想没负担了，对啊，发现了自己的优秀。没事了，你最棒的。